太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哦，不对，是当今圣上，他没给你封个官做做，顺便赐你一些爵士佳人，这样，你不就又能回到人生巅峰了？小姐，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傻啊，这个世上哪还有比你更傻的人？说吧，你来找本尊干嘛？是要抓我回去吗？不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想你了，想来看看你。来看看我这个杀了你爷爷的凶手。你还真是傻，你就不怕我发起疯来连你也杀了？毕竟你是武林盟主，而我是大魔头博野景行。你不会的。既然你已经看到本尊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小姐，你想不想看看梅魂？儿子交给你，本尊放心，不必看了。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想他吗？本尊不去，谁知道又是你下的什么圈套？小姐，昨天梅魂会喊妈妈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但我真切的感受到了。他也想你了，小姐，相信我。不就是陈璧山庄吗？本尊什么鬼门关没有闯过？区区一个陈璧山庄，去就去，走。各位各位，我家少爷不在。